需要这个，就是十九定型，还有做发型的，这肯定交给智胜了。这个，哎，我觉得单独拍没有意思，得合作，得合作编一个剧本。哎，合作，咱合拍一个那种合集小电影，小电影，对。最简单就是枪战了。你编个小剧本完了，咱们仨要不拍一个就是警匪天台片，哎，可以，可以。我们已经想好了，来吧，他俩是两个大学生，对，大学生。剧情这么快就改了，警匪天台片。嗯，就是你是农民，但你爱上了地主。你什么？三个人都爱上了一个女孩？不是，啊、就是他们三个人同时喜欢一个女的。先假装就打起来，我也听不下去了。不是，就是得有这么个剧情冲突呀！你听我的，我是专业的。行，然后他们仨坐这斗地主，谁赢了归谁，是这意思吗？对，哎，对，哎，这个剧情一下子找到点了，找到内核了。这个电影，来，三二一，开始 ，Action！